这个桥呢是电动的，这个船过的时候它就打开了，对，等船过去以后呢它就又自动合上了。苹果手机防抖的功能，哇，很漂亮。今天是2023年4月3号，应该是了，4月3号，我们来到了法国的一个生产葡萄酒的小镇。在这个地方品完酒以后呢，在这附近的一个小城镇逛一逛，接上了，这是一个钟塔。哎，你们都走到这里来了哈，啊，挺漂亮的。我差点。现在是2023年4月5号，我们开车来到了法国的一个小镇，叫南西。这个小镇呢，啊，在历史上曾经是很富有的一个小镇。这个门呢，就是盖得像法国的那个凯旋门，但是这是在南西啊。这是南西的中心广场，很宏大。刚才这个凯旋门呢，也是在南西啊，都是一起的了。完了，这两边呢还有这种镶金箔的这种喷水池，有点类似像罗马，罗马中心的哈。刚才我给照了，这是一圈，哎。